猫哥，嗯，你跟我多少年了？八年了，老大。八年，想当初咱们一起出生入死，现在你是我最信赖的兄弟。可为什么你要背叛我呢？是猫哥头上我做的，不关我的事。是猫哥头上我做的。论统筹，你还想狡辩吗？我敢做，就不怕让你知道。实话跟你说了吧，那个老妹儿，哥吃劲儿啊，用点劲。哎，好的，哥。前面那几批货也是我弄的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当初要不是我逆的，哎，就这个学费，抢购啊！好的，哥。啊，说，哎，你还在餐厅洗盘子呢？让人失望的是你，你早就没有当年的雄心壮志了，是不是早就忘了当年怎么跟兄弟说的？你傻！那是个鸡眼。咱搞这边。不好意思啊，哥。你说要让每个跟你混的兄弟吃香的喝辣的，过无忧无虑的生活，现在我们有什么？哥，咱还按吗？sorry， 按了，继续啊，继续。现在时代不同了，能守住现在的家业已经不容易了。哎，不要跟我提时代，你已经被时代淘汰了。现在他们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领导者来带领大家。咱们要不要加个钟？好，我不加了。我也不加了，下回一定加啊。哎，好的，那你们好好休息。哎，谢谢。想取代我，就凭你？我门口那么多兄弟，他们不会放过你的。哎，杨先生，有什么吩咐？空调太热了。我们没有空调。傻瓜。你门口那些兄弟早就被我收买了，不信现在看看，看谁会进来。门口的兄弟进来。鸟先生还有什么吩咐？口渴想喝瓶绿茶。没有绿茶，那白开水。哪有白开水的？想多了。他先宰了你，再收拾刚才那些炭土。快进来，别以为我不忍动手。哎呀，那你来啊。我要动手啊。来啊，我真的要动手啊。两位，这是怎么了？今天我请啊，结账啊！我是会员，不要他请，我也是会员。哎呦，去拿这个纸糊的玩意儿，你们俩在这打得热血沸腾的啊！就这东西，我小时候就叠，这东西能看得出来啥？这东西，蠢货，你以为呢？咻咻咻咻咻，短，陈翔6:30。